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今天 2月23号 TWICE 发表了迷你 第13张专辑的主打歌 Wins Park. 而根据 JYP 娱乐表示 TWICE 将在美国 NBC的时代性节目 NBC2Today中 开启新专辑的活动, 而韩国内的打歌活动 会在27号开始.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TWICE新曲 Wins Park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TWICE的音乐本身一样, 个人认为, 如果这首歌在 Feel Special 之后发行, 可能会更好, 因为它充满了第三代的感觉, 真的很不错, 这首歌很好听, 但作为主打歌, 感觉有点弱, 舞蹈也有些遗憾, 不过 TWICE的成员们都很漂亮呢, 就算是偶尔发行音源, 也希望你能多注意品质, 不太确定这是否适合作为主打歌, 歌曲本身不差, 但给人感觉太普通了, 有点像是发行日本专辑时, 作为单曲发行的那种歌曲, 歌曲还不错, 但不知从何时起, TWICE的舞蹈 怎么变那样了，开头和反复的部分不错，但感觉副歌部分稍微有点弱，不过还是很喜欢。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人只要不是他们的喜好就会说歌曲品质差，但希望他们能区分喜好和品质的差异。如果不是自己的喜好，直接说不是自己的喜好就好，不要自以为是专家或者是能代表大众一样来鄙视。 最近JYP旗下歌手的歌曲没有JYP特有的rap，所以真的很喜欢。这首歌选得很好， TWICE成员们都很善良，彼此关系也很好，还持续发行专辑。个人而言，比起之前的大热门歌曲， 我更喜欢最近的作品呢。不过后半部分的子瑜真的像女神一样，她的美貌超越了漂亮这个词。 所以TWICE新曲 Wins Park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FX成员Crystal即将要回归了。 2月22号 Crystal透过他最近新开的官方 SoundCloud账号 发布了新cover歌曲 I'm Coming Back， 同时宣布了他加入经纪公司 PANA的消息。 Crystal新加入的经纪公司 PANA 是一家在音乐影像时尚展览表演等多个领域规划和制作项目而闻名的公司，也是韩国著名饶舌歌手平基诺的所属公司。因为在 FX停止活动后， 等待Crystal重返乐坛的网友们真的非常多，而且早在7年前 Crystal就与PANA合作过， 所以这个消息马上就在韩网引起了热议。拜托要以歌手回归， cover曲太好听了， 真的拜托是我的愿望， 发表solo专辑吧， 苏正啊， 只从事演戏实在太可惜了， 他是一个超级有才华的 K-POP人才。 这里是跟迷你锦和女锦子有很多合作的地方吧， 快给我晶晶新歌吧。 和迷你锦关系非常亲密的 Crystal 进了和迷你锦合作很多次的公司， 非常期待 Crystal的新专辑。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参加 Fendi 时装秀的 IVE ANNYUJIN 传奇照片。 这真的是20岁出头的人能发出的氛围吗？ 真的太美丽了，确实因为身高高比例好，即使去国外也毫不逊色，真让人骄傲。第一张涂装被保镖护送的感觉，像是非常成功的女演员，一个超级巨星的样子。因为是天然美人加上身材也好，所以整体氛围真的很高级。